台灣做一個關於 beauty 節目的宣傳，你準備一下啦。哦，好啊。哦，要去台灣做 beauty 節目啊？咁我要對台式化妝多啲認識先得喎。喂 ，Amy 老師啊？我是。啊，我是堂妹啊，我想有啲嘢請教下你噶。我見咧而家啲電視雜誌咧，嗰啲台灣嘅女仔好識化妝又貪靚喎，而且又技巧越嚟越純熟喎。咁我想對呢方面了解多啲啊，你得唔得閒教下我啊？可以啊，好巧，今天晚上咧晚一點咧，我會幫香港時裝雜誌咧做一個台式彩妝造型示範，你有沒有空呢？哦，好啊好啊，我一陣過嚟啊。好，待會我們一起聊聊啊，你也可以順便看看示範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一陣見。拜拜。拜拜。老师，我们第一步做什么先啊？那我们要先做保湿。那在没上妆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擦保湿。那保湿呢能保护我们的皮肤之外呢，令那个妆容更服帖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先帮他先擦一个保湿擦上去。好，老師啊，你化咗台式化妝咁多年啦，你覺得香港嘅女仔同埋台灣嘅女仔喺呢個化妝方面咧，有咩好大嘅分別呢？那最主要呢，香港女性呢，她們比較喜歡眼妝方面色彩比較豐富。那台灣女生呢，她比較注重呢那個輪廓方面，五官比較立體。那輪廓方面呢，就是底妝方面，她們會修飾比較多。那令你的轮廓比较突出啦。那眼妆方面呢，他们偏比较自然颜色。哦，咁即系注重个立体感会多啲啦，系嘛？对啊，那大概分三种颜色来做立体感。嗯，那最白的颜色呢，就是擦在眼部方面啦。那中央的颜色呢，就是跟配合我们的肤色。那最深色呢，就是擦在我们的暗影的方面。对，现在要擦一下吗？好。位置，個個女仔都會好注意嘅。我都爭少少，老師。哦，而家呢個係咪打陰影啊？對，現在我們要把它打暗影咧，令它的臉更小。嗯，但係佢都已經好細嘅咯，塊面。每个女孩子都喜欢小脸呢。嗯，我就多细了。哇，即刻见到效果。其实我自己咧都会睇一啲嘅一開始就會睇一啲日本雜誌比較多啦，咁而家就會上網會睇下一啲外國嘅網站啦，去睇下唔同國家嘅人去點樣化妝啊，或者係呢個化妝又有啲咩潮流喺度啦。咁我近來都幾中意韓國嘅化妝，一嚟我自己都開始中意會聽一啲韓國歌啦，咁所以亦都會留意一啲組合嘅女仔咧，佢哋係點樣畫隻眼啊咁樣，即係譬如佢哋會唔用假眼睫毛嘅，亦都會將嗰個面嘅 color 係係 nude 啲嘅顏色，個嘴又可能係好 sharp 色嘅，咁我呢啲都會去留意咯，咁但係有時講到我平時出一啲 function 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揀一啲可能係面型啊，喺啲雜誌上面面型同我相約嗰啲女仔去參考，咁就會覺得唔會相差太遠，因為真係唔係個都可能會適合畫粗眼線啊咁樣噶嘛。